欢迎来到 HSK 二级标准课程，我是 Rachel 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七课的内容。好，大家首先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标题。好，跟我一起读。你家离公司远吗？你家离公司远吗？哎，好。Do you live far from your company？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内容吧。好，首先我们有一个 word map。好，我们将图片中的词语和图片一一来对应一下。好的，match the pictures with the words。好，第一个，哎，第一个，老师带着你一起来做第一个。哎，you can try it first。你来读一下。考试，对不对？考试，好的。哎，test，right？好，我们选择 C。好的。哎，第二个，第二个啊，商店。哎，商店，a store，right？啊，商店。哎，我们选择 E。好的，非常棒。好，下一个。Next，啊，机场，哎，机场，好的啊，airport，right，好的，非常棒。我们选择 B，哎，机场，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路，哎，路，对不对？哎，road is road，OK，好，我们选择啊 D 选项，好的，非常棒。好，下面一个啊，you can try it first。啊，教室，哎，教室，好的，非常棒。我们选择，it's classroom。我们选择啊，哪一个？哎，A 啊，A，好啊，教室，好的，非常棒啊。我们看最后一个。哎，时间，时间，好的，啊，it's time, right？好，我们选择啊，F，啊，F，好的，时间，好，那我们一起哎，继续来看，好，我们这里有四张图片啊，four pictures，我们来看一看它们的中文，哎，是什么？好，第一个啊，我们之前见过，对不对啊？第一个啊，it's bike，right？OK，好，是什么？自行车，哎，自行车，好，非常棒。好，第二个，哎，第二个啊，maybe you usually take it 啊，是什么？bus 啊，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好的，非常棒。下面第三个啊，这里有 taxi，right？啊，taxi 是什么？啊，出租车，对不对？好，出租车。好，那下面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啊，airplane，right？啊，airplane，好，是飞机。好的，飞机。好，那我们。哎，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内容。好，首先呢，也是哎，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新的单词 （new word），新单词。好，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教室，哎，教室啊，classroom，right？教室，好的。我们啊，一起来学习课文。好，here is A and B。OK，好，跟我一起来读，跟老师一起来读。大卫回来了吗？大卫回来了吗？啊，没有，他还在教室学习呢。没有，他还在。教室
学习呢？我们之前是不是学习过海？啊，我记不记得在第五课 Lesson Five，我们学习过海？啊，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句，已经9点多了，他怎么还在学习？啊，已经9点多了，他怎么还在学习？啊，我们呢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还"，看看和之前的是不是一样的？Is different？OK，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哎，在这里，啊，它同样是一个语气副词，the modal adverb，啊，语气副词。好，it indicates the continuation of an action or a state，表示动作的。这动作或者状态的延续啊，is continue。OK，好。The negative form is 还没啊，它的否定形式是还没。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for examples。好，跟老师一起来读。8点了，他还在睡觉。啊，8点了。他还在睡觉啊？What's meaning? It's 8 o'clock. He is stealing. He's still sleeping, right? OK. 他还在睡觉。好的，那么第二个，你怎么还没吃饭啊？It's question. 你怎么还没吃饭？好的。What haven't you eaten yet? 好，那么下面他还在教室学习呢，他还在教室学习呢，he is still studying in the classroom。好，那我们看一看我们之前学习的还，大家还记不记得呀？我们之前学习的还是还。加，形容词对不对？还 adjective，还加形容词。比如，for example，这件衣服，这件衣服还可以，不太大，对不对？这件衣服还可以，不太大。The T-shirt is okay, not too big。好，那么还有一句什么？昨天的考试还可以啊，昨天的考试还可以啊，It's okay。好的啊，这就是我们之前学习的还加形容词和我们今天学习的还表示动作的或状态的延续。他还在睡觉呢。He's still sleeping。好的，我们go back to the text。好，我们继续来看课文。好，明天有考试，考试，test。明天有考试，他说今天要好好准备。明天有考试，他说今天要。好好准备啊，好好啊，maybe someone 啊，maybe ask 啊，the word is same, right? But the pronunciation is different. Why? OK，好，我们后面会学习到啊，we will learn later. 好的，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课文，还是跟老师一起来读啊。机场，机场，机场，airport，机场。好的，下面路，路，road，path，way，路。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文吧。好，here's A and B。你现在。在哪儿呢？你现在在哪儿呢？
好，在去机场的路上啊，在去机场的路上，你已经到了吗？啊，已经，我们之前也学习过，你已经到了吗？哎，好，我下飞机了。啊，飞机，airplane，我下飞机了。你还有多长时间能到这儿？你还有多长时间能到这儿？啊。20分钟就到，20分钟就到。好，这里有2个 important points。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呢。哎，here，好，呢是一个。语气助词，哎，语气助词，the modal particle，语气助词，it used at the end of declarative sentence or after a sentence with an adjective form or a verbal predicate, to confirm a fact and convince someone in an explicative mode。好，用于陈述句尾。啊，句尾 at the end of sentence 可用在形容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后面。好，表示哎，确认某事 confirm something，使对方来信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8点上课，时间还早呢。啊，8点上课，时间还早呢。Maybe now it's six o'clock or 7 o'clock，时间还早呢。The time is early, right? OK，好，时间还早呢。哎，还早呢。好，哎，第二个，医院离我们这儿还远呢。哎，医院离我们这儿。还远呢，啊，好，这是什么意思啊？What's meaning？啊，医院离我们这儿还远呢，啊，The hospital is far away from us。好，医院离我们这儿还远呢。哎，好，不错。坐公共汽车要1个多小时呢，啊，坐公共汽车要1个多小时呢。It takes more than an hour to take a bus, right? Okay. 坐公共汽车要1个多小时呢。哎，好。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我们一起来回来看一下这个课文。啊，这就是你现在在哪儿呢？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哎，好。那么下面第二个 important point。好，是什么？是这个，哎，就，啊，20分钟就到，啊，in 20 minutes，20分钟就到，哎，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就，哎，这里，好，它是一个，啊，时间副词，就时间，它的 adverb of time，强调说话人认为事情。发生的早啊，发生的早，进行的快，顺利。It's used for emphasis, indicating that speakers think something happened early or went fast and well.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啊。这里，同学们7点半就来教室了啊，同学们。7点半就来教室了啊？What's meaning？啊，It's time too early, right？OK，好，同学们7点半就来教室了。哎，好，不错。好，下面我
坐飞机1个半小时就到北京了。我坐飞机1个半小时就到北京了。It means the time is so fast, right? 我坐飞机1个半小时就到北京了。好啊，I will be in Beijing in an hour and a half by plane。我坐飞机1个半小时就到北京了。哎，我去教室20分钟就到了。I go to classroom that just 20 minutes。我去教室20分钟就到了。As the distance is short, right? OK，好，我20分钟就到。哎，我20分钟就到。I will be here 20 minutes. In 20 minutes，我20分钟就到。好，非常棒。哎，那我们回到课文中。好，哎，我们刚才呢读完了课文，好，对不对？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回答一下几个问题。老师准备了几个问题，I prepare some of your questions. OK，好，you can answer it。好，那么第一个，哎，B 现在在哪儿呢？B 现在在哪儿呢？啊，在哪儿啊？哎，B 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对不对？B 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对不对？哎，好，不错哈。第二个，A 现在在哪儿呢？A 现在在哪儿啊？在哪儿呢？A 说：“我下飞机了啊，我下飞机了，对不对？”好，哎，下飞机，get off，OK，好。那么下面第三个问题，ask the third question。男的B 什么时候到机场？B 什么时候到机场？B 说20分钟就到20分钟就到。好的，大家回答的不错，好，非常棒。哎，我们继续来学习课文。好。跟老师一起来读单词，哎，梨，梨，to be away from 梨，好的。第二个，公司，公司，公司，is company firm 公司，好的，非常棒。哎，下面。远远远，far distant right，OK，远，哎，好的，下面公共汽车公共汽车，is bus，公共汽车，好的，哎，下面小时。小时，哎，小时 is time，小时 hour，1 hour，1个小时 2 hours，2个小时，好的，非常棒。下面慢，慢，慢，slow right，slow 慢，慢。好，最后一个，快，快，好的，quick，fast，快，我突然想到，龟兔赛跑的故事，the turtle and rabbit，right？快，慢，好的，非常棒，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吧，好。跟老师一起来读。你家离公司远吗？你家离公司
远吗？哎，离什么什么远？你家离公司远吗？OK，Do you live far from your company？好的，哎，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这是什么？离啊，离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嘿，在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看。离啊，the verb。It indicates the distance from a place, moment, or purpose. 好的，哎，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例句啊，example。我家离学校很远啊，我家离学校很远啊。My farm is far away from school. 我家离学校。很远，哎，好，下面学校离机场有20多公里啊，学校离机场有20多公里啊。What's the meaning? The school is more than 20 kilometers away from airport. 好。学校离机场有20多公里，it's very far away, right? OK，好，下面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星期呢，啊，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星期呢，it's more than a week before my birthday。好的，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星期呢，哎，这里说了 place, moment or purpose，对不对？好，这里学校啊，place，机场 place 啊，我的生日 is a date，moment，right？OK，好，离，好的，我们学习完了离，好，我们回到课文中。啊，我们继续来读一下课文。啊，你家离公司远吗？啊，离啊，公司 place right？啊，公司 place。OK，好，很远，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多小时呢。啊，呢？OK，呢？很远，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多小时呢，哎，好，不错。坐公共汽车太慢了啊，buses are slow。坐公共汽车太慢了，你怎么不开车？你怎么不开车？哎，好。B 说。开车也不快，路上车太多了啊！开车也不快，路上车太多了。哎，好，非常棒。好啊，我们继续来学习新的单词，来跟老师一起来读。过，过，哎，过。哎，好，to pass, to spin，好，过，好，一会儿我们啊读课文的时候来看一下过，好，下面走啊，走，走，right 啊，to walk，走，走，哎，走，哎，好的，下面到啊。到，to arrive, to reach，到学校，arrive to school，到学校。好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文。Here's A and B。OK，好，跟我一起来读。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吧。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吧，给你
过生日，给你过生日。好，下面今天，excuse me，今天 tonight，今天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星期呢。那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星期呢。下个星期我要去北京。下个星期我要去北京，今天过吧，今天过吧。Let's celebrate it today，今天过吧。好吧，fine，好吧。离这儿离这儿不远，有一个中国饭馆儿。离这儿不远，有一个中国饭馆儿。走几分钟就到了，it means not too far, right? Okay, 走几分钟就到了，just take few minutes, right? 好，走几分钟就到了，好，不错，这里有非常多的language point，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那。对不对？那，这里是离，离，far away，好，就到了，20分钟就到了，好，不错，好，那么这里呢？好，我们学习完了之前的课文，还有这个还，就，离。那好，那我们这里一起来分角色朗读一下。You can A or B and change it 好。好，role play the dialogues。还有，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课文。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课文吧。好，第一个，大卫在哪儿学习呢？大卫在哪儿？学习呢？大卫还在教室学习呢，对不对？大卫还在教室学习呢。好，下面第二个，9点多了，大卫为什么还不休息？9点多了，大卫为什么还不休息？大卫明天有考试。test。他说今天make it small。他说今天，yeah。好，this is small. OK，他说今天好好准备。对，他说今天好好准备。好的，好，下面坐公共汽车1个小时能到公司吗？坐公共汽车1个小时能到公司吗？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要1个多小时呢。坐公共汽车要1个多小时呢。好，非常棒。好，我们继续。公司离家很远，他为什么不开车？公司离家很远，他为什么不开车？他说开车也不快，路上车太多了，路上车太多了。
好，非常棒。哎，最后一个，今天不是他的生日，为什么他朋友要今天给他过生日？今天不是他的生日，为什么他朋友要今天给他过生日？啊，因为他下个星期要去北京，他下个星期要去北京。哎，好，非常棒，回答得不错。好，那我们一起再来，哎，填写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看。2点多了，他还没起床，对不对？Not get up。2点多了，他还没起床。好，he's still late, right? OK，好。下课了，同学们还在上课，对不对？啊，下课了，同学们还在上课。好啊，下一个，离生日还有1个多星期呢。啊，离生日还有1个多星期呢。哎，好，非常棒。哎，下面我家，哎，怎么学校啊？离学校，对不对？啊，这里我家离学校不太远，not too far from my not too far from school。我家离学校不太远。哎，好，非常棒。我们学习完了生词和课文。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pronunciation 语音。好，第一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basic intonation of Chinese sentence。啊，汉语的基本语调有两种，哎，still easy for you, I think。声调啊，声调 raising the raising，and 降调 the falling 啊 falling 降调，一个升，一个降。好，there are two kinds of basic intonations in Chinese。The raising and the falling are generally speaking,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have as raising intonation and the declarative sentences have a falling intonation. 好，一般这个疑问句啊，疑问句是用声调，interrogative sentence 用声调啊，对不对？用声调。那么它的陈述句是用降调，陈述句是用降调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感受一下，feel that。好，那么第一个，哎，第一个，好，跟我一起来读。他姓张，哈，他姓张。That means the speaker don't know what's the name, right? Okay. 他姓张。Is he named Zhang? 他姓张。第二个，他姓张。哎，他姓张。Maybe he knows that my name is Zhang, right? 他姓张。OK，好。那么第三个，他不喜欢喝啤酒，他不喜欢喝啤酒，哎，他不喜欢喝啤酒。The speaker don't know, that she doesn't like drink beer. 好，他不喜欢喝啤酒，他不喜欢喝啤酒。OK，好，那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他姓张，他姓张，他不喜欢喝啤酒，他不喜欢喝啤酒，啊，他不喜欢喝啤酒。
他不喜欢喝啤酒。OK，好，非常棒。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haracters，哎，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characters。好，The Chinese radicals。好，第一个是双人旁，双人旁啊，double person，双人旁，here，like two person，right？啊，here，啊。双人旁，the radical 双人旁 called the double person，radical is usually related to the act of working，跟行走有关系，related to the act of working，行走。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啊，第一个，好，make it a，好，这里行。哎，行，to walk，行走，对不对？行走，walk，行走。好，where's the radical？这里，行啊，radical，双人旁啊，双人旁。You can remember these two person double person。OK，好，行，行走，walk。好，第二个。第二个是网，to go 网，哎，往哪儿走？where did you go？往哪儿走？好，这里就是，哎，the radical 双人旁，哎，双人旁网。好的，下面呢？还有一个反文旁，反文旁，a the radical 反文旁 is usually related to the act of whipping or beating，与鞭打、敲打有关系。好，我们来看，哎，在这里放啊，第一个放，to let go to set free，放，好。At the radical here，反文旁啊，放你走，let you go，right？放你走，let you go。好的啊，放。好的，下面呢？好，收啊，收 here，收。Show to receive, to accept, 收礼物，accept gifts, right? On your birthday, 收礼物，好，收，哎，the radical here，反文旁，好，收，哎，好，非常不错，show to receive, to accept，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都学了什么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这里语气副词还，the modal verb 还，哎，与我们这个之前是不是学习过？我们之前学习过还加形容词，in lesson five，I remember 还加形容词，这件衣服还可以，哎，还可以，不太大。哎，今天我们学习的是 the communication of an action or a state。八点了，他还在睡觉，still, right? Still，他还在睡觉。好，我们第二个学习的是时间副词 till, the adverb of time, till, and the speakers think something happened this early or went fast or end well. Till, 我20分钟就到。我20分钟就到，maybe the time is short, is quickly, right? OK，好，那我们还学习了离啊，离 far far away place here，place moment purpose 学校 place school right 机场 airport is also a place。好，我的生日啊，moment date，OK，好，非常棒。那么我们最后学习了呢，
是一个语气助词，我们 we usually use it in daily life。那，哎，好啊，比如8点上课，时间还早呢。It's too early。8点上课，时间还早呢。哎，好，不错。好，那我们最后还学习了这个语调啊，他姓张啊，他姓张。好的，好，下面，哎，还学习了刚才说的啊，反文旁 to 啊，双人旁。啊，to double person 行走，to walk，对不对？哎、啊，还学习了这个反文旁啊，放学，get off school 啊，show to receive 啊，to re accept gifts。OK，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回家啊，放我们后面一定要好好的复习我们之前学过的和我们今天学习的。好，下面啊。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哎，大家再见，下节课我们再见吧，哎，拜拜，再见。Thank you.